2011年七月底，38岁的金马影帝黄渤喜获一女。对于家庭生活，黄渤一直低调，两年间对妻女始终护得严实。直到最近，黄渤一家三口到马场游玩，2岁多的女儿才得以首次曝光。照片中，黄渤抱着女儿一路向前，时不时和她耳语两句，尽显父爱。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